无中线自爆，差点搞到妻离子散。我最近可以让我头比较晕一点，对啊，所以心情上比较低潮一点。总是带给大家欢乐的宪哥，日前在脸书 po 了一段感叹影片。走吧，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走吧，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。哦，宪哥，看你安尼，大家就唔讲呢。他十一号和女儿 Sandy 一同出席中天的感恩月活动，赶紧来关心他究竟是怎么了。主要是那个时候的心情，一个对家人的一个想念嘛。女儿那个时候好像是泰国吧，我忘记了。那薇姐可能就在教会嘛，我在非洲嘛。昨天回来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就觉得我怎么会搞到妻离子散。我做太多事情，哎呀，我怎么都是在做别人要的无中线，而不是我自己。想要减量，还是说都有家人？有。工作减量会先放弃哪一个？这个又有 Sandy 姐在，那因为大陆还有两个节目嘛，所以可能会先放弃王大吧。不会啦，这个努力为大家服务嘛。娱乐动新闻，宪哥，请你继续加油啦，报道。